小琉球最新海景热炒，龙虾三明治，鬼头刀照顾鱼头，蜂巢虾在这里都吃得到。最新开幕的海景热炒餐厅就在码头上方，有超大片透明玻璃可以欣赏海景的绝美视角。入台区还是网美最爱的打卡点，这里有很多特色菜是必点的，像是我们家大小朋友都爱的龙虾三明治，料多味美，外皮酥脆，真的蛮厉害的。还有这个小琉球必吃的蜂巢虾，用鲜虾鸭蛋面糊低炸而成，加上泰式酱料，五告喝价。还有这个用小琉球钓的水蒸鱼做的水煮鱼，又辣又下饭。还有这个鬼头刀砂锅鱼头，配料丰富，是每桌必点的。当然来到热炒店不可以错过的就是炒海瓜子，竟然还有这种主厨特制的淋酱烘蛋，这个真的超下饭，就连基本款的葱爆牛肉也炒得好吃哦。这一次海瓜子的表情实在太爆笑，一桌满满吃的有够饱，楼下是浮流潜水中心，还可以拍照哦。